医生攞咗我哋肺组织去做化验，证实喺肺癌，第四期。如果俾你重新再拣，你会唔会都系拣翻以前条路嚟行？我会拣做翻个好人。行政长官决定赦免你刑罚，我最担心嘅就系文华本性难移。佢要发达就要冒险，你觉得个眼仔信唔过？都唔系掂啦，杀咗佢。你话生意你唔再理噶嘛？ 你而家算点啊？延续强人系列《破毒强人》，星期一晚8:30，翡翠台。